只会超朱德庸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还没真正介绍，马念谦。其实我今天有一些心里话，想要跟大家讲，不是跟你讲。请说，请说。其实啊，姚宗仁根本就不是 rapper。哇！你也功啊小啊，他在我心中其实是文青，超文青。对啊，你们想想看啊，他我只会抄朱德庸，我只会抄朱德庸，我不是超文青，我就是想说这件事。对，可是看那么多人在隔离，你说911他们隔离，就算隔离三个月好了，他会看到朱德庸的东西吗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潮州土狗不可能啊，那个电脑现在都会演算嘛，都会依照你的喜好推东西给你，所以你喜好的东西也是充满文艺气息，现代李白。谢谢马尿，谢谢。我好不容易才脱离这个阴影，他马上把我带回去那个漩涡里。但是很久你比我还早熟。Lady boy, 我的 Lady boy。Bye.